你好，先生。你好，先生，我们这儿做活动，抽什么送什么。哎呀，不看不看不看。哎，抽什么送什么。你确定抽啥送啥是吧？确定。我抽完了啊，那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哎呦我的妈！那我呢？还有我呢？你要实现你个愿望，你要干嘛？我天哪！很挺突如其来的骚系列。Don't sleep。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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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娘这操作真骚啊！ Baby, I ain't playing by your rules.嗯，帮我一下，我抽筋了。纳尼，你帮帮我，帮我，帮帮我！就这么多？纳尼，原来还有这操作。啊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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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喵！单纯的我竟然看懂了。这到底是一波什么关系 ？Next， 小师妹，你这样做不怕走光吗？你说什么？不，你说一个100的可以换俩50的，那明年你36了，我能换俩18的吗？没碰我呢，那么跟我亲热，你就知道补补这补那儿的，你也不让我查一查你到底补成什么样了。不管你在外头多忙多累，你回到家该交的公粮必须交了。公，今晚去我屋睡去，我给你讲美人鱼的故事。不去，我在我屋睡得挺好。床单被罩都让我洗了。那我睡沙发，我睡沙发也行。沙发也湿了，我拿吹风机吹的，吹上就干了。吹风机也坏了，天哈呢你一天。走，跟大爷走吧。现在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男的们怎么现在都喜欢看女的穿这些东西？我就不喜欢。你放屁！就因为不喜欢，我才把它毁灭掉。嗯？怎么毁灭啊？撕了它。Next. 他谁会跌倒？动感广播，感觉心跳加速，感觉天翻地覆，想要快乐。干嘛呢？别碰我闺蜜！滚走！晕了吧？我都说了，怀孕了不能老喝酒。你要穿这种衣服，我要把你打得连我都不认识。不就这个颜色很可爱吗？可爱是吧？我会给你买一个 Hello Kitty 的轮椅，让你下半身都坐在那里会更可爱。那我回家穿呢。什么？那我回家穿呢。原来是快乐星球。你穿什么码的？我不穿。啊？喂，你穿什么码？你快过来买啊。Next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国家出新规定了，出来遛狗不牵绳犯法。应该的呀，出来遛就应该牵。应该牵哈。嗯。夜晚拥有星星，天高拥有雨滴，最高我真好。你他妈说谁是狗？哇，好害怕！走吧。场面六。等一下，分手。
分手可以，能不能让我最后再牵一下你的手？但是你能从我手中挣脱的话，我就让你走。老婆，9万块钱呢？如果王思聪追你的话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几个臭钱，就那样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我喜欢马云那样的，比较平易近人一些。Next， 可算分手了，感觉咋样啊？挺好的。那分手之后我再求你件事呗。说呗。把你妹妹介绍给我。哎、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就是感觉咱老丈人对我挺好。请问你练习跑步多长时间了？练你大爷！我让人捉奸在床上，你给我站住！把你那个闺蜜介绍给硕硕吧。哪个闺蜜啊？就是思思，那个小富婆。硕一年挣多少钱？10多万吧。合适吗？是一个圈子吗？我闺蜜啊，一年光养狗花20多万。那狗有对象吗？男人就要敢想敢干。哎呦我操！Next， 闺蜜真有劲儿，穿着职业装，哎，人家穿都挺气质，你穿怎么都有股的骚劲儿。孩子妈妈了，像什么样？快点给我扣上，这狗扣上。扣上，扣不上了。这个闺蜜真骚啊，出来是个饺子，把肩膀都露出来了。说什么呢？美女，你这是不走寻常路，看着不错的吧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。Next， 有时候练火炉，杀火牛也在火猪，不爱不出爱动粗，干架从未认过输，先不进。你做过舔狗吗？没有。你有什么舔狗经历吗？没有。你有心仪的女孩子吗？有。发展到什么地步了？现在还是微信好友啊，还是微信好友啊。昨天晚上聊天的时候，他给我发了一个晚安的表情包，梦都是甜的。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趁我姐妹喝多了，你搁那嘎占便宜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操，无情！你这么快就到了呀？对呀、啊。你今天穿的裙子？嗯。是啊。这么短，等会儿走光怎么办？对哦，我要回去换条裤子。不是你换长裤还是短裤啊？换点好看的内裤啊！换点好看的内裤、啊。哎呦、哦、！Next， 老板，你能不能以后别来咱们家做了，去别人家吧，太辣眼睛。爹，你儿子这么帅，请问有女朋友了吗？阿姨，妹妹，姐姐跟你说哈，他是我男朋友哈，他是我男朋友。
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太晚了太晚了。你说让我进去喝口水嘛，我保证不泡你。我发誓，我要是泡你，我就是小狗。啊，那好吧。汪汪。哎，小贝。啊。你说什么东西带上，男人和女人都安全呢？讨厌，我不知道，你说是什么呀？口罩啊。把口罩给我戴上来。笑屁笑你一天天。啊。Next。我没感觉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地球是圆的，你却感觉它是平的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它大呀。先回家了啊。哎，等一下、啊、我朋友说我最近湿气太重了，需要解毒。解毒、那我帮你去买解毒药啊。哎，不是啊，你没有听说过清热解毒吗？清热解毒我没听过啊。哎呀，就是啊，清热解毒啊。我不知道啥意思，你说呀，我搁床上可都看着了。不是，我承认你什么都别说了。嗯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昨天你加班的时候。第几次了？就一次。你都这么大了，你管不住你自己吗？因为点啥呀？我也是因为你不在，我太无聊了嘛。真的，你不为我想，你也得为你自己想想嘛。以后再也不了。这糖含糖量多高啊，多甜呐、啊！成天吵着减肥，还搁被窝里偷吃。哎呦，啊！下回别吵着减肥了，根本你也减不下来。